江南春来早，我梦里与你换今朝。浮云白，山花儿俏，那是谁家女儿娇？春风绕，岸边柳絮飘，我手把船儿摇啊摇啊，绿水长，青山高，那是青梅竹马真年少。万花丛中好多了，但听着还是有一点点，还好现在已经好多了。反手是多情，俯首是妖娆。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。可能唱歌还是有点闷闷的。哎呀，我忘倒数了。等会儿啊，胖儿啊，看一眼微信，我给你发微信，你没回我呀？吃着呢，吃着呢，吃着呢。一会儿说说话就好了，唱唱歌就通气儿了。少唱多唠。昨天说话的时候都是你别说话了，听着你我都上不来气儿。开打，开打。有那种感觉吗？嗯，多喝水，多说话就好了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Hello， 晚上好，欢迎我二哥，欢迎我二炮哥，还有冬青哥，欢迎我七姐，还有听哥哥，欢迎野哥，欢迎丁哥。还有花心哥、心雨哥、花海哥、磊子哥、月发哥，还有我们的志勇哥、佳佳哥、三叔哥、野许哥，还有俏丽姐，欢迎小酱哥，还有一哥，欢迎守护团的兄弟们，欢迎斋团的兄弟们，还有咱们家所有的宝贝们。提莫队长正在待命。胖儿，你在不在呀？我跟你说话，你看微信了吗？我好多了，冰冰哥。咱开个医院吧。那不行，都为了自己开个医院，你这也太猖狂了。连滚疾风吧！欢迎菲尔哥，没瘦，还是那样的，就瞅着紧成一点。没好使啊！我再给你个啊，等一会儿啊。嗯，发群里边吧。我也没待着，我学歌，我学那个师傅让我学的那歌叫什么了？好嘞，上来了啊，可以了，嗯，叫什么那个？我怎么什么远方了？谢我花海哥、天海角哥，谢谢真哥，我就忘记了，你学完就忘了。什么远方有、远方有个你，好像是不是叫？没有，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鼻子不通气，但还好，现在唱歌是行了。谢谢我原野哥。昨天前天的话唱歌就有点别停，完了昨天的话还是唱歌不能唱，都说话都能。
是发现你自己的一切。这小塑料体格可咋整？你们每你我告诉你，其实我觉得哈，我自己感觉每一次的那个感冒，我都觉得自己在自我升级。自从看了那个大陆什么什么斗罗，我就觉得我是小三。我在强化，在升级。你这么想的话，你就是感冒的时候，你也就是你的心情也会很美丽。你们是不是在想，完了，这还烧过头了？你什么时候直播？我每天7:30到9:30，有时候到10:00，有时候到11:00。我给你放听一下，反正我听着不是那么得劲儿，你听着。有好几个版本的，完了你看哪个好听，到时候我好好再学习。不是这个，你是算带病工作吗？也不，我还好，我精神状态还行，就是鼻子不通，不太通气儿，现在好一点了。然后那种就是眩晕就直不了播了，那都走道都迷糊。因为远方有你，东山跋涉千里。吃辣根不好使。欢迎华哥。还带着你的呼吸，真的难以忘记。哎，对呀，今天是不是我磊子哥过生日啊？虽永无别离，可不可以爱你，我从来不曾提醒。我有点没学会呢，我害怕我忘记了，录了一小段。不问归期，今天我生日，老大今天几个过生日啊？我吹过你吹过的风，这算不算相拥？我走不能过完一个生日，不能再过一个生日。生日这个就是过完了之后，其实很多时候，哎呀，过生日很喜欢过。其实过一个生日就精算自己老了一岁。我还是那么喜欢你，想与你到。祝磊子哥生日快乐！我整个欢快一点的歌先不听了。我还是一样喜欢你，只为你的温柔。我磊子哥有没有什么最爱听的歌？小模特儿。
咋呀？我去当点任，我去弄点，我再弄点任务睡。四师傅的歌也学会了。没事，我好像，哎呀，我怎么感觉刚才都好点了，又有点哑了。等我一下啊。是啥了？远方有个你，谢我花海哥，谢我的花花。四师傅是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三师傅要听的那个歌叫，叫啥了？在远方无名，在远嗯是远方有个你，无名哥要听的是。父亲的散文诗太难学了，我把这两首歌都学会了，散文诗我还没学会呢。啊，听闻，对，听闻远方有个你，作业有点多哟。下面 MT 哥，这个感觉是不对的，我唱完了之后。我欠欠的我还给发过去了，人说唱的不是这个，不对，你唱的不是那个感觉，因为让我重学。你可以领 U 盘吗？顶点哥，你那皇马是卡的话是可以的，如果说你这个皇马是在直播间就是升十二级免费的话是不可以领的，就皇马是免费卡的那种是不可以领的。这是以前卡的是可以的。欢迎文心哥，哎呀，还叫忧郁的老头，有什么忧郁的，都多大岁数了还忧郁老头。你说忧郁的男孩啊女孩啊，是不是忧郁的什么什么妹妹呀、啊、什么的还好，小哥哥呀老头还忧郁什么呀。欢迎萝卜哥，不要皇马可以要 U 盘吗？不可以。我们的皇马呢都是十二级免费的卡皇啊、U 盘呢是十二级啊、如果是有皇到了十二级呢是可以领 U 盘的，其他的都没有，或者是上榜两千，你加我微信把地址给我，我给你 U 的，其他的都没有。老大有心事吗？没有心事哦，来个余情未了呗。哥你要听，磊子哥你要听正常版的还是不正常版的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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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皇马是六年前卡的，免费卡的话会有记录的，六年前卡的只要你不是免费卡的都没有记录。嗯，余情情正常的，好嘞。向你的 CYK 六六六六六九哥，
什么是什么 U 盘？U盘就是我里边的歌呀，就这些我唱歌、直播录音呀什么的这些。你有微信的话，萝卜哥你就把地址给我就行。咱们家谁过生日了，蛮公平的那个祝福，就给人感觉心里面真的是暖暖的。磊子哥那边就是吃饭呀什么的，上饭店什么都方便吗？还是在家过的，还是出去上饭店呀过的呀？哎，还祝亲爱的磊子生日快乐，这关系一看不一般呢。像我们的 CYK 哥哥，那个是抽奖的，你会抽奖吗？你送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召唤卡，那个是抽奖用的。你平时抽奖吗？你要是不抽奖的话，你可以刷那个什么，你要不抽奖的话，你可以刷互动里边的那个
传说卷轴啊，那个是25块钱一个的，它也是属于中奖的，但它中奖就直接飞出来的。这个召唤咒呢是要你抽奖的，下边有一个召唤神兽那个里边去抽奖。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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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在家吃了碗方便面过的生日，真的假的呀？也太惨了。那个不能出去吃饭吗？现在不让聚会什么的吗？你说好歹煮个挂面什么的，煮的方便面。好节省呀。可不嘛，嗯，煮没煮个鸡蛋什么的，反正我们北方哈，就是过生日要吃面条，吃那个煮鸡蛋，可以不用吃蛋糕，这是要吃的。对，长寿面啊，面条啊，煮个鸡蛋呀什么的，一帮黑粉儿。别说我磊子哥抠搜的，我磊子哥还给我刷了760了呢，上榜的。谁要说我磊子哥抠我挠他。现在喝的还头疼呢，真的假的？那你喝点蜂蜜水，蜂蜜水老当用了。那你要躺好什么的，别转圈儿。我因为我知道那喝酒你一转圈的话就不多也得多。中午喝多了，谢谢我们的诗情张允平威帝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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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现在我买东西可能都会在那个什么，就是可能看的吧，就在那个抖音上买，他们有那种可能就边采蜂蜜啊边在那儿切呀、啊、什么的，那个我就会在那块买，买回来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的，跟超市可能就是看着感觉像就是比较新鲜，我在那儿买过，就是那它可以嚼的，就是就像一个蜂眼一个蜂眼切的那个，我感觉跟超市的也没啥太大，没有什么太大就不一样了。什么蜜我也不知道，还一盒挺贵呢，一盒40多呢。欢迎艾姆哥，像我们的云飞侠哥哥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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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喂，不是啊，人家这不是那种发的视频，是广告的呀。那我上当了。看到的和发货的一样吗？瞅着是一样的，但不知道是不是，反正跟超市的也没啥太大区别。40多就贵了，它瓶小啊。超市那40多老大瓶了。吃着是什么味儿？吃着是蜂蜜的味儿啊，甜的呀。我也不会分呢。他们很多时候告诉我分那个蜂蜜，它有断层的什么的，它有的是忘了。我跟我说，反正什么断层的，什么就是底下是糖啊，上面是蜂蜜啊，蜂蜜什么油啊什么的。喂，白糖不是花粉，这玩意儿还能蜂蜜还吃白糖啊？不是蜜蜂还吃白糖啊？谢谢蓝哥，谢我听哥哥送来的守护。我不知道，那我也没有不知，我也在视频里边我也尝不着啊。它不像衣服，它能看见，回来你就穿就行了。它那个你要开盒吃完了，就不能退了吧？反正样是一样的，吃着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。我没戴美瞳，因为他这个美颜自己就有那个大眼睛的。别瞎说，那还能吃白糖？那蜜蜂，我怎么没见过蜜蜂吃白糖？蜜蜂不都是吃花粉吗？
我还是被蜜蜂蛰过呢，蛰完了那个手肿得跟馒头似的。啊，都听歌念错了。谢谢 M 哥，嗯，这咱没见过，咱不敢说那个，主要是没见过，嗯，可不敢瞎说，就是咱眼见都不一定为实呢，所以还耳听呢，不一定为真呢。这场大雨正滂沱，我把伤人的爱情写成这首歌。西瓜，在长长的黑夜里，一个人好寂寞，伤心的情歌一遍遍重播，枯萎的玫瑰花早失去了颜色，就像我们的幸福慢慢的凋落。我不停地问自己，这是不是我的错，你没能抵挡外面的诱惑。我爱你那么深刻，你却还要离开我，这份爱情难逃悲伤的结果。请回头看看我，我的眼泪流成河，没有你在的日子我备受煎熬，好难过。请回头看看我，这场大雨正滂沱，我把伤人的爱情写成这首歌。小磊子哥，谢谢你们首歌，谢谢大家送来的好多的西瓜，哪来的西瓜呀？这是黑车里边的吗？哎，不对，好像是套圈里面。黑夜里我一个人好寂寞，伤心的情歌一遍遍重播，枯萎的玫瑰花早失去了颜色，我们不慢慢的凋落。我不停地问自己，这是不是我的错，你没能抵挡外面的诱惑。你那么深刻，你却还要离开我，这份爱情难逃悲伤的结果。请回头看看我，我的眼泪流成河，没有你在的日子我备受煎熬，好难过。请回头看看我，这场大雨正滂沱，我把伤人的爱情写成这首歌。请回头看看我，我的眼泪流成河，没有你在的日子我备受煎熬，好难过。请回头看看我，大雨正滂沱，伤人的爱情写成这首歌。我把伤人的爱情写成这首歌。禅定哥啊，在那个专属里边呀，啊，对面的小姐姐单手拿手机啊，你怎么还就是在点滴吗？哎呀哎呀哎呀，对面的小，你说那个医院打点滴你都不消停的，又瞅人家，看看人家对面的小姐姐的腿是不是啊？这一天天的。其实我差一，我还好，我还没点题，我比你强一点。你是咋的了，陈定哥哟？还没好吗？那是陈定哥。谢谢我安西哥，谢谢我们的磊子哥，还有飞魔鼠哥，还有我们的最爱哥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一诺小哥哥。
我这两天这个就是可能就有点鼻子不太透气儿，一整昨天今天都好一点了，但是我要大声说话的话，我就那个什么，我就有点想咳嗽。完了，就是憋挺，要小声一点的话还好。掉的青霉素呢？我好像都打不了青霉素。我就能我以前打过什么？打过头孢。谢我冬天哥送来的柯基百元宝。唠嗑鬼唠嗑，谢谢小明哥，不是没少打字儿啊，这一个手公共场合啊，那好，要做视频的，我就那个，我每次就是去打，都会给我拿个小针打我这个，就这个地方，就这个手脖子这儿，就这个地方，都会打针，完了给我就对是米，对那就是米，完了打上，完了就打头孢啊、青霉素，这些都是要做的。哎呀，这个好看，谢谢花心哥。谢谢我阿星哥，哎呀妈，这个礼物在哪呢？我有，那在我咋没有看见在哪呢？我也没有找到呀。谢谢我阿星哥。不是，这是兔子，不是小猫咪。有的时候大家一送礼物都好多人在找，哎，这个礼物在哪？有的时候我也在找，我有的时候就在礼物栏里面就找不着。召唤还差一个我们就过完了，就是再来一个就好，兄弟们别多开了哈，就来一个就行。欢迎我戒指哥，抱一下我戒指哥。OK 了，超额了，已经完成26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宝贝们。下一个是你如命的。超额完成任务。我发现现在就是像没事可能就是感冒啊。哎呀，这是啥玩意儿啊？感冒啊，发烧啊，现在都可多了呢。会有战狼哥啊，这是啊，谢谢，这是我禅定哥吧？谢谢我禅定哥，这个礼物搁哪呢？啊，说是换号，啊，新哥都成公爵了，这个礼物是从哪来的？这刷礼物的有点不好啊，你这也不告诉我们在哪儿，我们都找不着，想刷都找不着。欢迎战飞哥，欢迎俊浩哥，欢迎凤堂哥，晚上好，我来陪你走。这个好看啊，从那边百度那边的。那真行，这估计那得刷鸡腿儿，那给他整个鸡腿儿，再有那种秃头的、薅头发的，就揍他。那地上画圈圈，成天拉肚子样的。像我们的师傅正宝，谢我禅定哥，这个是什么呀？一个比个心，我看，一个小人儿。吓我一跳，我第一次说吓我心不噔一下子，什么东西什么鬼，吓我一跳，我刚要躲。哎，好看，有点占便宜啊。靠边，
长夜，滴滴也漫长，没有你在身旁我夜夜惆怅。月儿高高挂，散落白月光，照亮了前方，心上人的方向。夜呀夜太孤单，我太过思念，思绪哀愁万千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雪花一片一片，片片为红颜，又花了春天，寒回难归的夜。就磊子哥，我要告诉我妈去。我说这植入广告。漫漫漫长夜，夜夜夜漫长，没有你在身旁，我夜夜惆怅。月儿高高挂，散落白月光，照亮了前方，心上人的方向。在哪？他好像应该是从百度那边过，就是什么才有的。小禅听歌，谢我磊子哥送来的千元宝，我磊子哥千元宝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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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嘟嘟嘟嘟嘟。这 YY 这边，这边好像没有，好，也可以看到 YY 吧？应该现在，其实现在 YY 广告挺多的，动不动就能看见，不管是哪个网站呀，百度啊，什么抖音啊，都能看见 YY 打广告。产地哥也差一组小飞机，有千元宝了。那能够吗？那是出帝王套的人。我还等着我的帝王套呢，我可记着呢。今天出了一堆熊。没说那天我不戴个熊耳坠吗？再以后我都不敢戴了，就说我戴耳坠戴了。
哎呦，我一天不戴那个熊的耳坠吗？我也没有觉得好像戴这玩意跟那个啥。完了，你说出一堆熊，完了说我戴耳坠戴的，完了之后我再也不戴了，以后都不戴了。小长颈哥，谢谢四海哥。上回说叮叮当个四个都这么刷呢，什么样的都有。我就生一个月玩一玩，可以啊，小帅哥。我帅哥都给我中好几个大奖了，都是一个一个刷的，我就感觉那手气都可好了呢。不刮的冬，我要找到你丫头，什么歌吗？还是什么要找到我丫头？谢我冬听哥，冬听哥加油！嘟嘟嘟嘟嘟，不亏。哦，我要找到你，不管南北东西，是那个吗？真不惊呼啊，你看又来一个，不太那个啥。小风雪哥，真的不是真的，就是每次基本上就今天不中明天中，就是五天都有三四天是中的。Thank you.
上离别为什么原因，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。我要找到你，翻出你的名字，打开幸福的盒子。我找到你就从那里走起，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。嘟嘟嘟嘟嘟嘟，还有一小段，我就没有唱，太长了这首歌。一般老歌的话都好长，现在的新歌就没有那么长。歌名叫《我要找到你》。如果不爱我，就放开我的手。最漂亮歌，哎，像不能说四个。那也愿意想再谢谢我阿星哥，哎，谢谢我风雪哥还有天涯哥，哎，感谢一毛胆的兄弟们，正好没有做战役团任务的，我们也可以做一做战役团下方的任务。也是谢谢我们所有的小哥哥们 ，Thank you。心痛，你是我的左右，怪我从来说。那我就多聊会儿天吧，我这嗓子确实有点不那个啥，就鼻子不通气儿，就唱歌的时候有点憋挺，也有点哑，咳嗽的真的。欢迎初心哥，多聊一会儿，完了就是聊完，你们再想听什么歌，我再给大家唱啊。你抹点口红。是不是瞅着点憔悴呀、啊？陈杰哥健身什么什么，看到那还点滴呢。今晚好多了吗？好多了，这也可以了。我能保持这个状态，就比昨天强多了。丫头，你抹点口红，瞅着不太憔悴了是不？忘抹去了。嘟嘟嘟，欢迎四零哥，欢迎初心大哥，晚上好。嘟嘟嘟嘟嘟，一会儿给我阿星哥唱首歌，一会儿阿星哥你要想听啥歌你跟我说啊。也谢谢我最爱哥，最爱哥你想听啥歌也跟我说，谢谢我最爱哥。太干了，可能就是这两天就是可能也比较不是太，就是身体也不太舒服。老大晚上好，哎晚上好。化了，我还行，我这没事，我就喝水，完了吃药，完了出汗，反正就口干舌燥的，呢。你不是星三不播吗？我前两天我总休息嘛，我就寻思我要能播的话就播一会儿，我可以少播一会儿，我这不是等你来吗，周琦先生。我掐指一算，你今天要来看我，我强忍着，我不行啊，我得开呀。要不然你说刚看见我就找不着我了。对了，微信咱俩不没加上吗？你是不方便加微信吗，哥？完了，那个胖给你拉到子频道，完了说你就跑出去了。感冒了吗？我都多长时间了，一直都没好。再算算有谁来不，丫头你来了呀，陈杰哥，我一算基本上该来的都会来的。还在忙，我等下再来。那你等下你忙完了我就下播了，我可能不能熬太晚，我得早吃药早睡觉，要不然我更不愿意好了，感冒。那你快去忙，忙完你早点回来看我啊。我看我这两天的热度可高了哈，全是我的话题，歪歪上都没有新闻了。睡眠是，但真的就是可能我搂着热宝睡觉，因为热宝比较多嘛，搂热宝睡觉，你起来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热乎，完了。
就是鼻子里边也就像跟冒烟一样，完了吧，他还就是你要擤鼻涕，他还不是那种腾腾的，刚开始是那个，哎妈，说的有点埋汰，刚开始呢就像水一样，从鼻里嗖他就掉出来了。嗯，这什么话题？就是完了，不像跟他以前不一样，以前嘛是，就是他总会在鼻子里边呼哧呼哧的，现在里边喘气儿还行，就是有的时候愣愣，但你一说话，你一说话的时候你就喘的就比较厉害，我觉得。这次跟以前不一样，你拿袖子呀，以前那个鼻涕不流出来呀，吸的很。那我还不敢插那个电褥子，我就搂着热宝水抽。你要插上电褥子，哎呀妈，那你更就是那个嗓子眼更干。吃了吗？吃了没有？没吃。我不是那人，我才不吃鼻涕呢。我不会唱那个阿姨莫宝贝，嗯，不太适合我的类型。他都自己就躺出来了，那流鼻涕吃啥？我又不吞吞的。还行，没有那么太严重。要搁以前的话，就是我搁我以前直播的话，我得挺大劲儿了。哎，完了打上点滴，哎，休息个三天两天的啊，我再直播。以前的话基本上这样，现在的话可能你就不能大劲儿了，你就把药吃上，完了你就别熬那么晚的夜，你好，完了就或是你就休息一天，你隔一天，或者你少播一会儿，真的就是差很多。以前的时候真的你就是必须熬大劲儿了，完了去打点滴，哎，也就成严重了，必须你熬到那种就是必须要马上就是进医院的那种，哎，你才去休息才去那。其实真的就是遭罪的真的就是自己。你现在的话可能我感觉不对劲儿了，完了可能我就早些休息，我就别熬夜什么的，真的会好很多。好的也会自己，我告诉你遭罪的绝对是自己，别人代替不了你，难不难受只有你自己知道。谢谢我晨晨哥，大鼻涕三面墙，哪那么埋汰呢。我就是抵抗力就是稍微差一点，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比前两天要瘦那么一小点，我可能就完了，我就要感冒难受啊。他感冒比你这个卡的波浪盖卡一下啦，就是哪个刀口你就划个小刀口啦，什么抠一下啦，那个要难受。他那个难受吧，就是你就整个人就是蔫巴巴的那种，完了吧，就整个人没有状态，就是半死不拉活的。就像你假如说你崴个脚了啊，你卡个补了盖坏了，他那种不一样，人的精神状态是好的，你不碰他不疼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哎呀，不是整个人，整个世界都感觉不好了。谢谢天涯海角哥，卡秃噜皮了啊，那就卡秃噜皮了。现在没有卡秃噜个皮过。嗯，就是以前那时候毛毛愣愣的，小的时候卡，现在没有了。整个世界，我们，而且我们这一阵儿，今天是特别特别冷，今天屋里面都感觉可冷了，我们这都降温了。菲儿，你是我想要保护的女人，我才不相信呢，你连真爱团都没有。就你这样处对象都一毛不拔的，我告诉你，呼吁所有女生都不要跟你处对象，太抠，他不舍得给你花钱，他能舍得给你干啥？他除了嘴好，哪儿都不好。不管的是男的还是女的，那他舍不得跟你花精力也好啊，时间也好，金钱也好，男的女的都是这样。因为他觉得不值得，所以说他，你不想不要相信，说的花言巧语天花乱坠你都不要相信。对，马家哥是真爱都不开，老丁语言这叫什么了，不叫什么糖衣炮弹哄我。
我，就放开我的手，我不需要你赐给我的温柔，放一百个心我不会去强求，恋人做不成还可以做朋友，如果不哎呀不要怪你家小胖肥，就胖你有啥不好的，就放开我，但是想瘦还瘦不掉，想胖还胖不了，有的手你掉头就走，我也不会挽留。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感觉就是男的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，其实胖瘦真的就是其实没有啥，但是你要当主播你要当明星你胖一点了真的就感觉就要杀头的那种。放一百个心我不会把泪流，有的时候在想为什么恼人的秋风不是这么唱，咋唱的了，为什么虽然我也想你陪在我左右，怎么唱的了忘记了呢，有点跑偏了。不要这么说，我心里好难受，是我自由过了头。谢我雪霞哥，过几节来了，宝贝儿啊。怪我从没说出口，看到你难过的时候，我心如刀割般的内疚。我发誓。嗯，磊子哥吃泡面，拉倒，人都喝多了还吃泡面，你们就在那老忽悠。一看今天就过得非常的潇洒和快乐。如果不爱我，就放开我的手，你掉头就走，我也不会挽留。谢谢，希望哎，对，我要给大家放那个什么歌，那个，对，叫什么了？远方，远方有个你。放一百个心。就是听哪个版哪个版本的好听，这个吧，这个是稍微高一点点的，就声音吧，就比较飘飘的、柔柔的。对，听闻远方有个你，是这个啊，给缩写了。等会儿再给你们听另一个版本啊。听闻远方有你，东山跋涉千里。追逐沿途的风景，我看了那个视频都给我看哭了，就那个小女孩去手机店，真的难以忘记老师给留的作业。你的消息，你患了风寒感冒，风寒感冒啊，那好的呢，太热气了。到时候我家里有药什么的我就吃了，吃三天就好了。好的，来不曾提醒，像风走了。爱听歌的人都是有故的人，这个很认同。我吹过你吹过的风，这算不算相拥？好不好听？这个版本，我一会儿再给你们唱一个别的版本。这算不算？没有，我最近不能去录歌，我们这边出门不太方便。我还是那么喜欢。哎呀，你别管我叫姐，大叔，你怎么这样？一会儿我给你放一下产品歌，我听一听。不是这个歌不是我的歌，我是翻唱的。听闻远方有你。深跋涉千里，